哎呀，这蛋糕做的好啊！猜一下子啊，家人们啊，左边的是谁？右边的是谁？啊，再给你整的 Happy Birthday 啊 ，Happy Birthday， 别动，截个图啊，来。给大家欣赏一下子啊，小石榴，祝小石榴生日快乐！祝俺家小石榴生日快乐啊！给大家伙欣赏一下子啊，上面是一个 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。啊，下面是一个老四和我们家小石榴他们俩的合影啊，祝俺家老四这顶上如果带个小迷糊啊，那是就正了八经的不错了，家人们啊，如果带个小迷糊的话，那是正了八经的一家三口了。我跟你说家人们啊，咱那小石榴啊太难了，知道家人们啊，咱那小石榴太难了，小石榴啊跟老四他们俩共同抚养的小迷糊啊，小石榴独自一狗，俺家小石榴独自一狗把俺家小迷糊抚养成狗啊，独自一狗把小石榴抚养成狗，你这小石榴容易吗？家人们，祝小石榴今天生日快乐啊，家人们祝小石榴生日快乐啊，有好多朋友们啊，有好多朋友们也是第一回参加我们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， 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在座的所有人啊，在座的所有人应该是都是第一次啊参加俺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啊，今天是俺家小石榴第一天到我家的日子，家人们啊，也就是说俺家小石榴现在五岁了，老铁们，五年前2017年的啊12月12日。啊，三爸和三妈把你家小石榴啊领养回家，知道吧？五年前，啊，小石榴，俺家小石榴的生日啊，生日不明啊，老铁们啊，因为咋的呢？因为咱小石榴吧，家人们啊，当时买完之后急匆匆就走了，当时也没寻思狗过生日那回事儿，知道吗？家人们啊，没寻思过生日那回事儿。知道吧？所以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家就是这个小石榴生日到现在为止啊，咱就以小石榴第一次上咱们家，跟三爸和三妈第一次见面啊，相当于家人们啊，给了他，对不对？家人们到了新主人家里头，相当于给了他一个第二次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，老铁们啊？第一次生命是他爸爸妈妈给的，第二次是由他的主人给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可不就领养的吗？石榴，石榴起来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这怎么办成婚礼了呢？欢迎咱们家二宝干妈小白姐啊！欢迎咱们的小白姐，
石榴树，小石榴生日快乐！俺家小石榴今天非常非常开心，老铁们啊，小石榴非常开心。你说小石榴过生日，家人们啊，虎妞也回来了，包子也可以出来，咱也可以让包子出来啊。婚礼进行曲了，整岔别了。再一个，感谢咱家小白姐，家人们，咱给小白姐往上点点关注呗，家人们，欢迎咱家至高无上的一号麦啊，咱们家小白姐啊，咱们家一号麦，俺们家。家们啊，咱给一号麦点点关注啊！二宝干妈小白姐啊，二宝干妈小白姐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！石榴宝贝，让皮蛋，哎，媳妇儿，皮蛋的也参加吧，媳妇儿，毕竟今天是个大节日，是不是媳妇儿？皮蛋子啊，皮蛋子不参加吗？你可以让他吃啊，媳妇儿，皮蛋可以吃。媳妇儿，你让皮蛋子参加呗，媳妇儿，你让皮蛋子参加吧。不参加。小干啥呀，皮蛋子？我的狗。你的狗？啥是你的狗啊？那韩哥送我的狗也不是。那韩哥送你的狗，你也得让皮蛋子参加一下子。你不参加呀？你给他整点吃的行啊。你们老纠结这事儿，俺们老张就不参加。给点好吃的也行啊，进来过来拍个合影啥的也行啊，这么热闹，你瞅这屋这么热闹，媳妇儿。你咱这屋多热闹啊，媳妇儿！你看你这样式儿的呢，那皮蛋子来呗。我哪样式儿的呀？天天说我这样，我哪样式儿的呀？哎，不让小皮蛋子参加人家小石榴的啊生日 party， 石榴生日快乐！对呀，咱来个合影留念呗，媳妇儿，行不行？咱来个合影留念，咱先拍一下合影留念，行不行？小皮蛋子也来。包子也参加，包子也出来，行不行，媳妇儿？让包子都出来啊！祝大公主生日快乐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！感谢大家伙，祝俺家小石榴生日快乐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！小石榴，你看，家人们，小石榴过生日啊，她老公也参加了。哎，虎妞，我说把药花咬坏了，吐了。皮蛋子，媳妇儿，皮蛋子，你皮蛋来呗，盛情邀请皮蛋子来，媳妇儿，小皮过生日了，你说不让皮蛋来参加婚礼啊？今天小石榴的老公，小石榴他儿子，老婆婆，小姑子啊，哎，还有他的妹妹，小虎妞，这不都来了吗？包子、皮蛋子是谁？等会儿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一个一个登场。啊，欢迎，接下来欢迎我们家皮蛋子闪亮登场啊，家人们啊，皮蛋子啊，皮蛋子，哎呀，欢迎皮蛋子闪亮登场啊，皮蛋子，皮蛋来了啊，来，媳妇儿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家包子闪亮登场，家人们啊。什么？我皮蛋怎么像灰的呢？它本身就是灰颜色的呀。来，你又发出蓝色。苍蝇又多了啊！接下来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今天必须得热闹一下子啊！咱们今天感谢万万干爹，家人们啊，三元爹刚才没看着，感谢咱家万万干爹，老铁们，再给万万干爹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万万干爹一号麦啊，感谢万万干爹送来的穿越剑啊！啊，刚才三元爹没看着，家人们啊，咱给万万干爹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再给点点关注啊！看住皮蛋子，包子，等会儿啊，咱一会儿在这屋里肯定会很吵很吵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要先把窗户给关。哎，感谢夏天海岸姐姐，欢迎夏天海岸姐姐，感谢送来大跑车，咱没开始呢，家人们啊，咱没开始呢，感谢大家伙。小皮蛋子现在一点不怕狗，啊，包子现在也是一点不怕狗。家人们，你说咱家现在多热闹哈！包子、皮蛋子、石榴、老大、小迷糊、虎妞、seven、老四、八只狗，家人们，没事儿，过来来，过来，没事，皮蛋、老四，他害怕吗，媳妇儿？不害怕吧？关上，没事，关上，没事。包子。你都围着包子看，没事，习惯就好了。
等会儿我过去啊，家人们啊，等会儿我过去啊。拿点媳妇来，拿点啊，他们几个围着包子的吗？一会儿把鱼也抓出来。鱼也参加呀，媳妇儿，鱼也参加呀。包子，包子，啊，今天小石榴，今天是俺家小石榴的生日，包子你也过来参加吧，行不行？包子来，你也过来参加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啊，包子去吧，包子你上来，来，包子上来，一二三，包子上来。没事没事，他不害怕，没事，不能害怕，不能害怕啊，放心吧，家人们啊。包子来参加了，你看咱们今天咱们家齐聚一堂啊，大家伙公屏飘起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家今天最热闹啊，看不着，所有的成员全部集体参加人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。齐聚一堂了啊，今天太热闹了啊，来，咱们合个影。那小石榴今天真安静。哎，媳妇儿，切蛋糕那个有没有啊？啊？没有吗？哎，我记得有啊，切蛋糕的。行，那时候你找六个盘，你找六个盘，一个这地下这盘，六个盘找一个人找一个，有吧？要你拿手机，我找。那个盘啊？不是那个，他们曾经那个盘啊，盆儿，那个黑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黄的。你给我爸打电话，给我爸打电话啊！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有几个媳妇都找着，那底下有个蓝色的，那底下有个蓝色的。你还不找六个那个小孩呢？有吗？大孩干啥呀？有那六个小的吗？我哪知道？肯定没有啊。俺家小石榴，你说你来，你来，你过来来。俺小石榴一点都不丑。啊？小石榴一点都不丑啊！他说小石榴丑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咱一会儿唱个生日快乐歌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感谢咱家静文姐姐，欢迎静文姐姐来到直播间，感谢静文姐姐送来的咱们家的大飞机，感谢静文姐姐送来的大飞机，谢谢姐，石榴来。咱们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哇哇哇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哇哇哇哇哇。老师，你刚才说啥呢？你祝小石榴生日快乐是不是？感谢啊，感谢简雨姐姐，欢迎简雨姐姐送来的大飞机，谢谢姐。谢谢千羽姐姐送的大飞机啊！咱们马上开始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的生日 party 马上开始。Seven 你好了 ，Seven 啊 ，Seven 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是你的主场啊，今天不是你的主场，一会儿你老四急眼了，收拾你啊！感谢永远的宝贝，欢迎咱们家永远的宝贝东东姐姐啊，家人们啊，咱给东东姐姐点关注，家人们，谢谢东东姐姐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小石榴头一回过生日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真的，老铁们，真是头一回过生日啊！无论我家人们都是第一回参加咱小石榴的生日 party， 咱一会儿再合个影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合个影啊，咱给小石榴把蛋糕给他摆上之后啊，把蛋糕给他摆上之后，然后呢，咱给小石榴合个影啊，石榴，老四，老四过来，来，老四，我得把桌子往后撤一撤，媳妇儿，这个桌子是不是？
苏州鸡排啥时候还会有？明天有，家人们啊，明天宠用品专场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这个地方点个直播预告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快手用户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。包子过来，来包子，包子下来，包子上来这儿来，包子来，包子，包子跑了，啊，包子跑了，包子吓跑了，包子这一天可能溜达了，瞎溜达，包子，俺家包子现在能上天入地了，包子，啊，别小看我家包子，家人们啊，包子现在可厉害了，啊，包子现在能从笼子里头出来了，他能从里边出来，又能从外面进去，你看这门关着挺好的，知道吧？他能从里边出来，也能从外面进去。这一天天的包子，我要把那个门全给他，我要全给他划上的，不行，要关不住包子。三过几次生日了？俺家 seven 呢？三过五次生日了，家人们啊！俺家 seven 过五次生日了 ，seven 在明年马上过生日，过第六次生日了 ，seven 六岁了，家人们，你多歇一歇，石榴今天。石榴，你小石榴今天挺感动的，石榴，你咋的了，石榴？我看。石榴咋的了？石榴，这咋还哭了呢？嗯，石榴，你这咋还哭了呢？石榴，我看看。嗯，来媳妇，石榴是不是有项链呢？媳妇，石榴。啊？嗯，石榴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，石榴。小石榴今天咋不高兴呢？啊？老师啊，老师你快哄哄你媳妇儿，老师啊，啊，个皮蛋子啊，老师你哄哄媳妇儿，老师你哄哄媳妇儿，你看看石榴怎么的了，老师你坐起来，四哥你坐起来，四哥你坐起来，四哥你歇歇，媳妇儿的石榴来，老师来，老师起来，起来，老师啊，你给你媳妇按摩按摩后背。老师，你给你媳妇按摩按摩后背行不行？老师，给她按摩按摩。欢迎贝贝姐姐，感谢贝贝姐姐送来大跑车啊！感谢贝贝姐姐送来的大跑车，谢谢贝贝姐姐。不高兴的原因是老师背叛了。对，四哥，你好好歇歇，你媳妇啊！啊，今天媳妇为大啊！媳妇，辛苦了。为我生儿又育女，今天你过生日，我给你搓背，啊，一口一口真幸福，四哥这一口一口真幸福，家人们啊，来，石榴你坐好了，让老师给搓一搓，老师再搓一搓，啊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小石榴怎么哭了呢？石榴，看看，你小石榴哭了吗？我感觉小石榴好像流眼泪了那种感觉。啊，感谢咱贝贝姐姐啊，感谢万万干爹，家人们啊，万万干爹，贝贝姐姐，还有咱还有小白姐姐，家人们啊，还有咱倩文姐姐东东啊，以及咱们夏天海岸雅雅姐姐啊，微情信号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礼物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大伙送来礼物啊，咱家狗现在基本一人一个了，家人们，基本一人一个了，这个啊，感谢小石榴，这个是一个，家人们啊，这是一个。富贵锁啊，家人们啊，这是一个锁吧，媳妇儿是吧？啊，不是锁，元宝啊，长命富贵，小石榴啊，看看啊，生日快乐啊，石榴，开开心心的啊，没事儿，你看有儿子，你看你亲口儿子，石榴，你亲儿子一口，你干啥呢？你也迷糊啊？啊你干啥呢，明花？啊？你坐好了，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你坐，石榴来，坐着来。石明花，亲你妈一口。你干啥呢你？啊？你是不是欠揍了你？啊？是不是欠揍了你？啊？你妈妈今天过生日，心里没数吗？你看你爹，你学学你爹。明花，你学学你爹，你看看他，摸摸马
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坐下。这皮咋这么大呢？你现在呀，你啊，那不妈妈过生日吗？今天，你搂搂妈妈。行了，过来，行了。干啥呀，老四？晚上呢，老四，晚上呢，老四。大五的，能不能别着急呀、啊，老四哥啊？人家他妈今天过生日，不是他妈入洞房，今天是过生日。你以为今天跟你入洞房了？这家伙，你这老四一天天脑瓜寻啥呢？老四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！好，来。迷糊啊，迷糊，你搂搂妈妈，搂着妈妈啊，哎，你说妈妈辛苦了，好，来给照个相，哎，合影，哎，好，合影，合影，啊，我哥的，我发现，搂着，妈妈养你容易吗？不知道，搂住了，呀，呀。石榴啊，老四，小明搂住了啊，再合影啊、哦！你个小迷糊，你一点不听话呀！你这日本兵啊，你一点不听话呀！啊，老爷是不是该打你屁股了？啊？那石榴，石榴的礼服呢？你看你，你学你爹啊，迷糊，你们一学学你爹啊！老四坐这儿了，来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老四，坐这儿，石榴下去，不是兄弟，你下去，石榴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今天他们一家三口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，行了，老四，老四，今天谁最大？来问你，今天谁最大？老四，老四，老四，你搂你媳妇，搂搂她。搂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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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搂，哎，好，搂住老四，搂住搂住，四哥，哎哎，好，等会儿等会儿啊，好，老四，搂住他，搂住，啊，搂搂搂搂住老四，哎，给搂，哎，好，亲热一点，老四，啊，不亲，搂住搂住，哎，好，哎，再照个相，你瞅瞅。哎，老四，嗨，好！哎，欢迎大伙，感谢感谢家人们送的礼物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咱们家六六啊，欢迎咱们三文家六六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那老四多一不交好，家人们，老四护不护媳妇？刚才你们瞅没瞅见？啊？来了！欢迎咱六六啊！虎妞根本不喜欢老四，而更喜欢小迷糊。来了，小迷糊，小那么咱合影了行吗？咱合影啊，来来来，合影合影合影啊！欢迎大家。石榴这礼服呢？啊，石榴礼服？对，我不知道，你说之前在车里，那还在车里呢？你找哪去？礼服，你真找哪去？在车里呢吗？你去吧。那钥匙在哪儿呢？你去找礼服去吧。感谢蔷薇姐姐啊，谢谢蔷薇姐姐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。石榴，今天咱俩三好号，老四你别惹媳妇生气，老四啊，咱一会儿马上切蛋糕了啊，老四啊，别惹媳妇生气啊。啊，带正的啊，快去拿。白色的礼服，家人们，是我见过，知道那个白色礼服，我觉得有点大，就没给他那个没给他整，啊，媳妇在那个在那后座上呢，不是在后备箱里头呢，白色的礼服，皮蛋呢？皮蛋想来块蛋糕，皮蛋说：“给我来块蛋糕，给我来一块。”皮蛋说：“今天什么节日啊？”俺这小皮蛋好像现在正在参加那个什么呢？
小皮蛋现在好像在参加那个叫什么蟠桃大会呢，我感觉小皮蛋呢，是不是像不像老铁们啊？在八桌那个狗叫皮蛋呢啊，皮蛋，哎，腐妞，操你个，那腐妞妈砸场了呢，我这腐妞，啊，谁送的礼物家们？谁送的礼物？咱给圈出来家们？感谢唐老板，感谢唐老板家们啊！哎，咱们给唐老板点点关注家们啊！又想买宠物蛋糕的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关注一下唐老板，欢迎唐老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家们啊，家伙，腐妞绝对是来砸场子的啊！腐妞绝对是来砸场子的。欢迎唐老板家们啊，咱给唐老板点点关注啊。来啊，咱把小礼服给小石榴穿上。什么傻了？那什么美能达，我给他穿的，姐们你给他穿。我穿来，石榴爸给穿礼服啊。哎，来，石榴坐这，石榴，哎，好宝，就是啊，好，等会儿的，好，老四啊，你别舔了呗，你说你总在这秀恩爱，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？四哥，现在都啥时候了，老四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都啥时候了，老四，你在这会儿咋秀恩爱呀？你这会儿啊，啊，今天石榴干净利索了，来，一会儿拿点手机来，啊。比了比了啊，看啊，比了比了啊，干什么玩意儿的事啊？你能歇会儿不？能歇会儿不是啊？你不能看阴历，你得看阳历，今天是多少号？这阴历正好赶上了，赶上七月十五、哎。正好吗？这礼服，看，啊，把礼服，看。啊，我给穿上啊！四哥有想法。啊！哎呀，四哥忠贞不二啊！老四，你们收人裤子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们别穿人裤子，你们开人裤裆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啊！石榴穿这身感觉一下成富婆了。哎呀，这礼服质量可好了，这礼服质量。这感觉像结婚，不像过生日啊。行，这个可以给老四和小石榴他俩办结婚纪念周年纪念日。石榴说：“你他妈把我裙子弄脏了！”你那石榴怎么烦你都？石榴好不好看？石榴好不好看？石榴爸给照个相。先把这手机拿来，你把手机拿来，我给小石照个相。然后你都没给人穿利索，你看那裙摆你都没给人家系上。那两个那大玩意干啥的？这后边这个东西给系上了，媳妇儿，这东西系呀，这怎么系上去？这东西系蝴蝶结，你不会吗？就这样系一下吗？不是吧？哎，系蝴蝶结啊，媳妇儿会系啊，别是别着急，媳妇儿别别生气啊。嗯，能偷纱给人戴上啊？偷纱呢？偷纱还能这呢？是这样吗？一般
啊，这样的吧。呀，你看小侄乐的，你看小侄乐的，哎呀，小侄乐坏了，小侄这是我见过石榴以来最漂亮的一次。哎呀妈呀！俺结婚的时乐。候，老师瞅你这。你看俺过生日的时候也没穿新衣服呀，也没戴过金项链啊。我让老师歇一歇呢啊，老师你歇一歇呢。啊，老师不敢歇了。头纱戴上这么奇怪了，可不咋的，头纱戴上好像不反倒不好看了呢，怎么？咋不好看了呢？头纱，再往上一点行吗？这个头纱。啊，好看了啊，小石榴儿。啊，石榴儿，你稀罕老树吗？长得像菲佣似的，可不咋的。小石榴现在谁都瞧不起。啊，石榴儿，给你照个相，我照个相啊，石榴儿啊，啊，咱把这个大金链子咱露外头啊。哎，这样就好看了。照相啊，等我啊，你给你照相。兄弟呀，石榴，可不呗！石榴要发火了，石榴说：“你们都离我远点啊，别把我裙子给我整埋汰了。”石榴，咱家没有体外驱虫。石榴。啊！指令！哎，你就不能挪动挪动？你好好给人造吧，你露个老四的脚丫子干啥呀？你那年纪在那勾勾的照。石榴，石榴，坐下，石榴来，坐下来，哎，好，啊，石榴，你干啥呢？你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，没有你事儿这会儿啊，石榴，大写石榴，这小石榴摆一摆。啊，高兴了，今天今天，老四啊，你搂你媳妇儿呗，用不用他搂媳妇儿？那特殊纪念日，我觉得搂一下好点。你问我干啥呀？老四来，那不都得按照你的想法来吗？你大方一点儿，啊，对，对的，老师，过来，老师，你大方一点儿，大方的，老师，老师，瞅我这，老师，哎呀，你瞅你那个角度，老师，你这角度好看吗？你那角度都咋斜着？你都你正道的，你过你那啥？哎呦我的妈！真是他怎么跑？我真是不急人我怎么来不及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也算不错，这照片也拍的算是不错的。老师，老师做的很不，老师不是做的不舒服，老师怕石榴跟他急眼。老师怕他，怕他急眼，没事啊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欢迎家人们啊，没法搓背了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感谢麦序上们所有送礼物的好朋友们啊。
家人们，感谢咱家麦序上送礼物的好朋友们啊，简宇啊，文，那还有咱们家啊，万万干爹啊，一号麦万万干爹，待会儿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还有咱家小白姐，二号麦贝贝姐姐，三号麦简宇姐姐，静文姐姐啊，永远的宝贝东东姐姐，感谢大伙送的礼物啊，还有蔷薇姐姐，夏天海岸姐姐啊，还有唐老板雅雅微情信号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家今天我家小石榴过生日啊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的帮忙，以帮助我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帮忙啊，挺就是咱们家今天所有的宠物用品，今天的蛋糕啊，包括零食啊，家人们啊，包括咱小石榴穿着一身婚纱，老铁们啊，家人们啊，三姐感谢一下子啊，怎么？他把那个蜡烛吃了。蜡烛呢？我看看来，那哪儿呢？跑哪去了？蜡烛？我看呢，他能不能点了呀？点啊，不是这儿都不吃饭吗？不知道谁都不点，够回来。我看来。没了蜡烛啊，能不能点就行，能点就行。谁把蜡烛给吃了？谁吃的呀？我走过去的呀，你问我谁吃的？嗯，地下全都是。真是不想让人小石榴过好啊啊！家人们啊，三爹隆重感谢一下子啊，感谢咱们家啊小温柔 seven 军团啊，咱们家管理员啊，天天快乐姐姐啊，姐姐爱 seven 啊，等会儿感谢吧，媳妇儿，咱等会儿吧，吃蛋糕的时候行不行？啊，还有小小苏姐姐，家人们啊。啊，还有那个田径829读你姐姐，然后呢健康养生达人六六啊，永远的宝贝东东姐姐，喜宠爱狗静文姐姐，红蜻蜓597794，感谢小婉姐姐，感谢贝贝姐姐，感谢清爽姐姐，感谢十三年，感谢仰望星空姐姐啊，还有以及咱们家的海蒂干妈啊，感谢海蒂干妈啊，家人们咱们等会儿现在马上开始啊，其实咱是不是没有别的蜡烛了？媳妇儿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媳妇儿，咱那屋不有火柴吗？咱用火柴点一下子呗。没有蜡烛不行啊，没有蜡烛把蜡烛给吃了，他们给造了。虎妞到底怀没怀？现在不清楚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现在不清楚。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。哎，皮蛋呢？来，都坐好了，都坐好了，来，媳妇拿手机来，都坐好了，来。没有蜡烛了，咱以前也没有蜡烛了，快十一点了。好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能知道吗？媳妇，那以后麻烦你去找一找。没有蜡烛，都不停电，哪来的蜡烛啊？咱姑娘不也购买了蛋糕吗？没给过蜡烛吗？咱姑娘最近的一次过生日是去年在她姥家过的生日。那上次过生日谁有蜡烛？上次一根一个小的蜡烛没有。上次过生日谁过生日啊？谁在这儿过生日啊？来来，小哥哥来，姑娘，姑娘过来。好，好，石榴在这儿，迷糊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三万块来，老大三万。猫呢？猫呢？猫那儿呢？哦，来，三万块来，三万块来。没有就不用蜡烛。上次老大和老四他俩也是一人一根蜡烛，没有多余的。上，咱们今天小石头过生日，上，咱们来。
老大挨着他，他不敢。啊？你得他跟小迷糊换个位置。三文来，三文上，三文上来上扶着坐好了。抱上去，三爷不让抱，抱着咬。三爷不让抱。你看，你看他不让整啊！三爷过来。妹妹过生日不相当于你过生日吗？哎，对了，三对对对劲儿，上三万。哎，好。等，咱们先不给他，乖，三万过来。好，坐好。三坐下，坐好了，三先坐下。你别动。坐。我在这动，你背动。行。三过来，三坐好了。往这边来，三我握手，坐好了啊，好。你整的他就愿意。皮蛋子。皮蛋也上不来呀。来，石榴坐下来，石榴啊，好。啊，我看一下子啊。皮蛋坐哪儿啊？那我皮蛋来了，也不让上桌呗。皮蛋来，让来呀！皮蛋让来呀！都坐好了，不能动啊！你让皮蛋上那边上呢，媳妇儿，上迷糊边上呢，行不行？坐那会儿呢，你行不行？皮蛋来，皮蛋，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，虎妞不能下来。啊，皮蛋子。皮蛋不能动啊！皮蛋，好了啊！不许动皮蛋子啊！包子呢？包子也参加呀？包子别参加了，包子一过去全都那个啥了。皮蛋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你别那我去找那蜡烛去，肯定有，我觉着。100%没有。不能别让他动啊！行吗？不许动！不许动啊！让皮蛋出去吧。不许动！这规模真大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一天，哎呀，都赶上那个啥了，老四，都赶上那个，放暑假，11个还是16个那个外孙子上姥家去了，吃饭去了，那个架势了。这一大家太诡异，诡异啥呢？为什么会用诡异这个词儿呢？啊，反正比我过生日隆重。哎呀妈呀，别说你了，别比我过生日都隆重。我别俺闺女过生日都隆重。今天是周年，哎呀妈呀，那没办法，那阳历赶上阴历。不许动啊！来，坐下来。各怀诡异，你应该是各怀心思吧？各怀诡异。你给我坐下来。啊！
妈的石榴，你把那石榴头纱摘了吧，妈戴的那头纱要吓人。啊？啊，戴那头纱有点吓人呢。哎，你这坐起来。哎，他那个什么，还有个生日快乐的吗？里边。你把他那个啥呗，换个简约的吧。啊、你把那个头纱摘了呗。啊？吓人。你吓什么人？你看人都说的对，带人你看他戴那头纱不好看、啊，好看。对，然后把那个给他戴上去，是挺吓人的，是吧？那个谁一说诡异，我再一看石榴戴个头纱，妈呀，确实挺吓人。哎，这多好看，这好看了啊！有没有要给石榴截屏的？石榴。石榴哦，来啊！待会儿还好说啊，这样好看。来，我这一根大，我这一根火柴能点多少根？不错啊！直接把灯关上了，关这俩灯。等会儿。把那这个关，留地方呢。啊啊！咱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啊！喂 ，Happy Birthday！ 看全景，看全景啊！慢慢往下走啊，媳妇啊！我要慢慢往下走，怎么走啊 ？Happy Birthday！唱生日快乐歌什么的，你们好好唱吧。行了，开灯吧，咱们切蛋糕。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！啊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家人们啊！哎，石亮，找的鞋太短了，兄弟是吧？啊，找鞋太短了。那你在这家里有桌子找了？找不了，这孙子找不了。你就直接扔了呗。好，咱都撇了。来，咱们切生日蛋糕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媳妇，你切呗。哎，我找找刀啊。咱们切生日蛋糕啊！你看小石榴，小石榴来，石榴。石榴儿，老大，你起边点呗，你。石榴儿，嗯，你起来点呗，你真是，真想给老石榴那个啥。这小石榴太行了。石榴儿，过来，石榴儿，怎么静音了？没静音啊？你们听不见说话吗？啊，你们听不见说话吗？石榴儿。石榴儿，那石榴这怎么还不开心了呢？啊，石榴怎么还不开心了呢？啊，养狗是一条修行之路，当你走过有狗狗陪伴的岁岁年年，你收获都是狗儿带来的快乐。我们的小石榴来到这个家5年了，
陪伴了粉丝无数的日日夜夜，默默付出，不争不抢，做一个小透明。但是撒娇女孩最好命，哎呀妈呀，咱不会撒娇。愿我们小石榴永远健康快乐，幸福平安。石榴五岁生日快乐。你干啥呀？你们要杀我你？我还堵你的，还堵你的，你就信不过我行吗？真的，你们把刀架我脖子上了，我他妈信你。石榴五岁生日快乐，姨姨们爱你。哎，不能看我拿刀，媳妇儿，我这是切生日蛋糕的走啊，我这是切生日蛋糕的走啊。谁的文笔太棒了？我觉得应该是小温柔的吧。啊，咱们隆重的感谢一下子，媳妇儿来，隆重的感谢一下。一会儿你先切，切完之后慢慢那个啥，你别整那半拉咔叽，一会儿来油，一会儿来油。可以放倒吗？在上面吃不了。能吃啊。吃不了，吃不了。这个能吃。这个他们不吃。然后这个 ，Seven 军团。看见没有？嗯，这是咱 SM 军团。那咱们换姥姥了，行吧？嗯，姥姥那张截图一下，这个吗？啊，喂，还有几个狗家里头，媳妇儿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二、四。二四六，哎，啊，七个，七个加包子八个，是不是？嗯，一个分四块啊，一个分四块，你切了，不好分呢，这儿啊，这大刀。二四六八八个、哎、这蛋糕其实不应该这么切，应该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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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切，是不是媳妇儿啊？往下踢，敢呢？老大敢呢？来，等会儿来。你居然敢对我的皮蛋，凶！印一块啊！三个，老大，五个，六个，六个，没那么多盆儿。等会儿，老大。老大前脚着地儿呢，你说你每一个都说六遍，你让人吃你口水呀、啊！老大，你把这俩，什么？给他们准备一下子。感谢啊，家人们啊！马上吃蛋糕啊！看狗狗喜不喜欢吃蛋糕，家人们，看狗狗喜不喜欢吃蛋糕啊！老大，你要敢咬我就死蛋！老大不能咬他。等会儿，咱别说了啊！感谢咱们家管理员小温柔姐姐，天天快乐姐姐，还有学姐爱塞吧小小猪姐姐、田静姐姐、读你姐姐、健康养生达人姐姐、永远的宝贝东东、喜宠爱狗、静文姐姐、红蜻蜓姐姐、小婉、贝贝、清爽姐姐、十三年仰望星空，以及咱们家的海蜜干妈，谢谢家人们。啊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伙啊！感谢有点快啊！哎，老大，等会儿再吃，老大别说溜了啊！来，老大，老大你别着急，老大行不行、啊？咱别着急，行不行、啊？咱一会儿来，老大，你看你们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谁呀？虎妞。虎妞，这个虎妞啊，这虎妞看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掉跑了，掉跑了，虎妞这不爱套了出来。让回去吃吧，有没关系，让回去吃吧。哎呦，这他妈咋回了？
让他吃吧，说着让他回去吧。哎呀，我去！虎妞过来，让虎妞回去吧。虎妞，没有了，虎妞那边没有。虎妞吃完了，嗯，再不吃就乱套了。哎呀，这个石榴好看，石榴，干巴哥给出了啊，石榴。来把小池的衣服给脱了吧，你们在吃蛋糕了。我觉得给他脱了好看点。你给脱呗。啊，老大，你看你干啥呢，老大，你在这块儿。你说你每一个都缩溜一遍，你让人家舔脚哈喇子呀？啊，那坐骑就这么坐的呀？啊，小池开始吃饭了啊，开始吃蛋糕了啊。啊。这头有点带着这俩石榴穿上衣外怪怪文静。这就带着这个啊。皮蛋，你别着急，皮蛋。呀，这衣服你得好好放的，你别又团那啥了，天天。别到时候问我。来吧，老四，快点来。嗯。快来，老四坐这儿，老大坐，石头坐中间。你这个垮的。啊，这个都是，这个都是乳酪，我垮的这个都是。都是乳酪。皮蛋。哎，皮蛋过来，这边。哇。皮蛋来，皮蛋，皮蛋过来，皮蛋，皮蛋过来，皮蛋来。拿吧，媳妇，一会儿你拿吧，我说请，咱俩小不太方便，拿过来吧。好了，那不用坐，别不让皮蛋坐这儿了，媳妇，不用皮蛋这会儿，坐这会儿了，让他们在这吃吧。今天是小石头过生日啊，家人们啊，俺家小石头过生日，皮蛋，你给小皮蛋先整一块，你给皮蛋先整一块，媳妇。吃上石榴吃大盆的，吃完石榴吃大盆，吃这盆行 ，happy， 捏一块蛋糕啊，咱们该吃蛋糕了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家直播间。啊，不知道谁过生日，你想啥？想啥？完了，皮蛋挨揍了，皮蛋挨揍了。好，哎，三，坐。敢呀，五个够了，一二三四五吗？啊，喜不喜欢吃啊？还老四躺哈喇子了，四哥是不是？啊，我四哥躺哈喇子啊！祝小石榴生日快乐啊 ！Happy birthday！ 我数三个数，咱再吃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。2.5 2.6 老四，吃吧开吃，四个一口就没了。老四吃了，行，吃点就行了，给皮蛋吃一口。包子有吗？媳妇，包子一会儿给包子吃啊，太香了啊。太香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来那个蛋糕。皮蛋不能吃这些了，啊？啊？嗯，别吃太多，吃点就行，吃点就行。吃老四的，吃老四的。老大吃没了。包子呢？包子吃了吗，媳妇？给包子一块，包子在那等着呢。别让他吃那个皮儿，媳妇，没吃皮儿吧？啊，行。包子也在吃，都吃上了啊，家人们啊！
今天都吃上了啊。家人们，你看 Seven 跟小迷糊关系可好了。 Seven 跟小迷糊，感谢大家伙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。老铁们，几个毛孩子等到开席了，感谢大家啊。家人们，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老铁们啊，一转眼呢，俺那小石榴都五岁了，小石榴都五岁了。再过几天，老铁们，再过几天 Seven 的生日了，两个月吧，再过两个月，啊，三个月，家人们啊 ，Seven 就过六岁的生日了，时间都过多快，家人们，有没有关注 Seven 爹，关注五年以上的家人们，咱直播间有没有关注五年以上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有的话大家要扣一，家人们，有的话大家要扣一，一直看着我家 Seven 到现在的。啊，小温柔，啊，兜里有米姐姐，一笑啊，小兰儿啊，哈哈，三五都六岁了，啊，二迷糊是个泰迪，二迷糊是个泰迪，哪是五年呢？二迷糊是个泰迪，这二十五年也有了，三年了。感谢 V123 啊，谢谢大家伙，谢谢家人们啊。媳妇儿，接下来咱们分 Seven， 哎呀，那 Seven 可喜欢吃蛋糕了。包子吃了吗？媳妇儿，你给大伙看看包子吃的。皮蛋子，我看皮蛋子，皮蛋，皮蛋，皮蛋。哎呀，这皮蛋子啊。皮蛋子，我看啊，皮蛋，皮蛋想吃啊，皮蛋啊，我看皮蛋，这皮蛋晒黑了，媳妇儿，啊，咱那屋是不是总开着窗户，媳妇儿，他阳光底下晒，他那屋是不是他那屋总开窗吗？上哪儿啊？啊，在楼上。上窗台。他。啊。天天在窗台上趴着。啊。他能上去啊？我今天在阳台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家那屋是更高啊啥？我一瞅，那个皮蛋在窗台。我一会儿，他还会整窗户呢。皮蛋子天天在窗台上晒阳光啊啊！这家伙，把菜刀先拿走。那刀呢，媳妇儿？刀。啊，拿走了，刀拿走了啊！那蛋糕太好吃了啊，蛋糕啊！欢迎大家伙再给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家人们再给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咱们的万万干爹，家人们再给点关注，至高无上的榜一，万万干爹再给关注一下子啊！家人们有需要宠用品的，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三元爹明天上午10:30给大家伙播宠物用品专场。好了，你们啊，家里头有狗狗的，有猫咪的啊，有宠物的，左上角直播预告，大家伙点一下子，是每周六上午10:30去宠物用品专场啊，家人们啊，是每周六啊，老铁们，皮蛋开始刷碗了。咱家有家里养毛孩的，你们想给狗狗订这些那个蛋糕啥的，你们可以给唐老板点点。对，想自己家狗狗有过生日的呀，家人们啊，有过生日的呀。啊，就想给自己家狗子订点蛋糕之类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给唐老板点关注，唐老板在第十号麦啊，啊，唐老板在第十号麦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家每次这个过生日的生日蛋糕啊，都是，咱们家都是从小温柔啊，还有咱们家豆里有米姐姐呀，海蒂干妈呀，家人们啊，三个军团呀，家人们，咱都是。咱三幺军团，咱们家买的狗狗的生日蛋糕啥的啊，都是从唐老板他们家来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子啊，欢迎大家伙啊。这次过生日吃这回过，我跟你说，每次咱家订一个蛋糕就够，两个蛋糕都吃不了，是不是媳妇儿？啊，就一个蛋糕就最干净了，吃正好够，知道吧？皮蛋子，哎，老大，我看咱那啥，看包子啊，看包子一眼。哎呀，我到现在没吃饭呢，家人们，真的。哎，你看老四，哎呀，这我媳妇过生日啊，我得给我媳妇打扫干净的。你看我四哥，家人们看，哎呀，我四哥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？这小子咋这么想的？这么像我呢？陶老板，这东西能不能吃？陶老板，
啊，你整的是什能不能吃这个呀？四哥，你把你哥哥给吃了。老四，你把你自己给吃了。老四，老四把他哥哥吃了。老四，你太狠了。老四，你太呢了你。你把你媳妇也造了吧。老四，你把你媳妇也吃了吧。哎呦我靠，你真把你媳妇造了。看我四哥吃的满嘴流油啊。四哥看，哎呀哎呀我的妈呀，四哥呀。虎妞呢？虎妞我给他关起来了，因为虎妞刚才抢了一块蛋糕，虎妞吃完蛋糕了之后我才给他关起来的啊。家人们，因为咱家蛋糕都是有数的，每个狗狗一份啊，小虎妞他自己抢了一份，知道吧，所以给他关起来了，我怕虎妞抢别的狗的蛋糕，知道吧。啊！不是巧克力，是奶酪。啊，那个是奶酪，不是巧克力的啊。棉花呢？棉花。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包，包子，包子，包子。喵，喵。哎呀，包子出来了。包子没吃蛋糕啊，包子，是不是？包子，你哭啥呀？包子，来瞅瞅。包子，你哭啥呀？包子，包子，喵！包子，老爷明天给你过生日啊！老爷不知道你哪天生日，啊，等你过生日给你也过生日，行不行？包子哭了，说你们几个真行啊，把我自己撂这儿了啊，你们真行啊啊，你们一家人在这吃蛋糕这大的，没人管我呀，吹蜡烛唱生日快乐歌的，没有一个邀请我的呀啊。包子吃奶油了，就是刚才。包子这里有肉啊，包子看。喂拿肉啊，这是肉，这是肉，是不是？包子嘴馋在吃肉啊，吃吧包子啊，这是肉，可以给包子吃啊，包子伤心的。包子，猫的嗅觉不如狗的嗅觉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猫的嗅觉不如狗的嗅觉呀。吃吧，包子，给猫的吃点曲里横片。怎么长裂痕了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包子为啥有裂痕呢？猫咪为啥有裂痕？我得学一学，家人们，我得学一学啊。是天热，还是怎么的？跟吃东西有关系啊？啊，包子愿意吃狗粮啊，包子愿意吃狗粮啊。我之前给他买了猫粮，他不太愿意吃，所以他一直愿意吃狗粮。啊，我就给他咱家那个狗粮给他吃，啊，不能吧？上火了，当然是跟吃东西有关系。昨天抱出来的时候没有裂痕，上火了。难道俺家包子今天生气了？媳妇有卫生纸吗？媳妇给包子擦擦眼泪，我给包子擦眼泪啊，包子擦一擦。哎呀。没有龙口粉丝，家人，没有龙口粉丝。什么？龙口粉丝？有啊。有啊。有啊。我让你上，你没上吗？你没看着龙口粉丝媳妇儿？龙口粉丝我上了吗？啊？老龙口粉丝吗，媳妇儿？
咱们分零食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分零食啊！待会儿又想买宠物用品的家人们，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这个地方每周六上午10点半，啊，家人们啊，每周六上午10点半宠物用品专场，待会儿可以关，可以点一下直播预告了，家人们啊！来，我一人给分个麦芽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给分个麦芽棒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狗，媳妇儿来，你把木棍棒打开呗，媳妇儿。龙口粉丝，你上了吗？上了。耶，一人给分个木棍棒，来，这个分圈这个。啊，撕就撕开了，我用我一只手，给现在石榴一个，哎呀，完了。来，给石榴一个，给小石榴一个。有1只手啊，这么整的，媳妇儿。咋能干呢？你现在是啥都不能那个啥了。吃猫粮软便。你干啥去了？包子，皮蛋呢？皮蛋。咬坏了。是出血了吗？妈呀，他好像出血了。你跑啥呀你啊？在哪儿啊？踩在底下呢。那出没出血？牙里头牙出没出血？没出血吧？不是，不是血。行。哎呀，给放回去吧，放回去吧。没咬坏吧？没有。你眼睛了不？啊？你眼睛起毛了。起膜了。鼻子咬嘴巴子，咬嘴巴子行。你放回去，放那屋去吧。你看这屋有没有水了？给他啊，放回去吧。老师没有圈吗？四哥来给个圈。四哥没圈，四个小时都没有圈。啊，老师坐，来坐好了啊，老师。哎，四哥坐好了啊，老师，今天给石榴一个圈。哎，先给小石榴一个圈。啊，再给老师一个圈。老师喜不喜欢吃圈？哎呀，呵，哎呀，四哥，你瞅你俩蛋。三万的，你别总抢人小石榴的圈儿。今天都借小石榴光了，家人们，看着。媳妇儿，你给我煮点粉吃呗，媳妇儿。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想买土豆粉的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咱家土豆粉28.9元给大伙发6包土豆粉啊，家人们，想买土豆粉的，家人们可以拍带咱家土豆粉子啊。迷糊有吗？迷糊有啊，迷糊在窝里吃呢。第一个给的是迷糊吧？啊？土豆粉子，第一个好像给的就是迷糊吃，啊，第二个给老大，哎，第一个给老大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老师，四哥你转过来吃，老师，你转过来吃吧，老师。福妞有没有？福妞也有，福妞搁这儿呢。福妞，你看福妞，福妞你下来吃，你那狮子可埋汰了，福妞。虎妞，你放点行吗？放呗。蘑菇啊？
土豆粉儿，没有土豆粉吗？你看这点没有？这有吧？大公主有吗？大公主搁这儿呢。大公主，老大，你咋不吃呢？老大，你要给留谁留着呀？老大，啊，老大，你要给谁留着呀？老大，啊。咱们去看看小迷糊，老铁们啊，咱们去看小迷糊啊！我跟小迷糊要那啥，他吃老大不吃了，老大啊！石榴，包子为所欲为了，包子有点，还是包子。欢迎大家伙啊，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没人管包子，现在没人管。你包子现在是不是打大了，家人们？包子现在是不是打大了？你跟我说，他一看包子敢这么跑吗？啊，包子喵，包子来，包子下来，包子，包子你想吃啥？包子来。包你想吃啥？包子，包子，包子跟我在一块混一起了，下地了，你看敢下地了，看着，包子敢下地了，你瞧瞧，神叨的，包子神叨的，包子像猫头鹰似的神叨的，包子瞅准机会都顾吃不看汤啊，看包子能不能跳过去啊，啊轻松啊，啊包子跳过去轻松啊，小迷糊呢，给大家看小迷糊去啊，哎呀迷糊啊，你干啥呢？迷糊，来看看，迷糊，待会儿想看看你，迷糊，你有空吗？迷糊，迷糊，待会儿想看看你，你有空吗？来问问，也想采访你两句，迷糊，迷糊，来，今天采访你两句啊，你今天有空吗？迷糊，啊，迷糊，你讲两句吧，今天妈妈过生日。迷糊，啥你？我碰你了吗？我没有真啊，小家人们啊，我这手拿麦克风，另一只手拿手机，我没扎他啊。迷糊，你有没有空？你看你咋这么厉害呢？迷糊，来问你有没有空？你讲两句，妈妈今天过生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迷糊，你说一下，你快！没空啊！啊，你看就那么知道吃，真的就知道吃，啊？迷糊，你说两句呗，迷糊，迷糊说两句呗，真行这狗。那迷糊，你把这好吃给老爷吃尝一尝呗。不给呀，真抠啊！迷糊，你真抠啊！你说我上去抢他能咬我吗？家人们，小迷糊现在脾气这么暴啊，这么暴这个脾气，不接受任何采访。家人们，我现在你想我想知道小迷糊现在能不能咬我啊？迷糊来，能咬老爷吗？迷糊，迷糊，你这鼻子真好看，迷糊，哎呀，俺这小迷糊这鼻子真好啊，哎呀，迷糊，
万一咬了一口咋整？明儿来再摸摸你的鼻子呗。哎呀，小明的鼻子真得劲儿，真好看的明儿。哎呀，小明这鼻子真好看啊，真凉，明儿这鼻子真凉，明儿，哎呀，哇凉哇凉，真得劲儿啊啊！俺家小明从来不咬人家嘛啊，从来不咬人手，老铁们啊！哎呀，明儿真得劲儿啊，明儿这鼻子啊啊，小明啊，好，嗯、啊。你总惹他咬了怎么办？他不可能咬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不可能咬。就我这时候，我天天都是不咬你一口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！嗯。皮蛋粘牙了没有？皮蛋，皮蛋不在这屋了，我估计他也没吃完了。我下播我看一看皮蛋粘不粘牙，给他喝点水。刚才我让我媳妇上那屋给皮蛋喝点水。啊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下方小黄车，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啥，你们拍一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啊，咱家大米到货了，家人们，第四个链接，东北十碗大米，58块钱10斤啊！大米到货了啊！大米总共就有100单，老铁们啊，58块钱10斤啊！啊，吃过咱大米的。啊，想吃大米的家人们啊，咱来这东北石板大米啊，嗯，10斤，米糊才不会咬老爷呢，你咋的那么爱聊这米糊呢？我聊着他干啥，家人们？我想跟他一块互动，我没聊着他，啥是聊着，家人们？啊，这样式的是聊着，知道吗？啊，碰了一下，哎哎，这样是聊着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这种是聊着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。我这种是怎么的？我跟小明互动呢，我不寻思采访采访迷糊吗？迷糊啊，你对你姥爷有意见呢？滚呐！这迷糊，你刚才说啥？迷糊，迷糊，你过来，迷糊来，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迷糊来，过来握手，迷糊来，过来。16的孩子没有一个像16小巧玲珑的，那肯定的呀，家人们，那有老四的基因在里头呢，对不对？你看粉牛吃的，老大也造呢啊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知道我喊。老大知道我喊。你看这地，我媳妇给擦的家，你看亮不亮？大伙看这地亮吗？我媳妇擦的。咬的啥意思啊？咬的啥玩意儿啊？咬的磨牙棒，咬的是磨牙棒，家吗？你看 Seven 吃的啊 ，Seven， 你给爸来一口呗，啊 ，Seven， 这里边是牛皮的是吧？啊？肯定啃不了一宿，我告诉你，肯定啃不了一宿。老四吃完了吧？四哥，老四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哎，还真是老四在那儿呢。老四，你不啃圈了？老四啊，啃不啃圈了？待会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给三幺爹点点亮，啊，家人们给三幺爹点点亮。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家人们啊，有喜欢吃东北黑木耳的，木耳可以清肺润肺，知道吧？家里头有抽烟的人啊，家人们啊，家里有抽烟的人啊。家里人全部都可以吃东北黑木耳啊，家人们，吸二手烟的，还有那个，就是在一些粉尘比较多的地方上班的家人们啊，你们都可以吃着咱家这个啊东北黑木耳啊，因为它可以清肺润肺啊，家人们啊，而且呢还可以清肠啊，刮肠子啊，排油
知道不家人们啊，木耳，你们在外面买的好木耳家人们啊，咱家也是好木耳，六七十块钱一斤，咱家这个卖49.9一斤啊，全部都是今年新产的啊，今年新摘的木耳啊，全部都是2020年的木耳啊。老铁们想买新木耳的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啊，在咱们直播间三元爹敢给你保证啊，木耳是新的啊，你们在别地方啊不一定是新的，可能是陈的陈木耳，知道吧？49.9一斤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，老铁们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。大米是真空，不是真空包装啊，家人们，大米是简单包装啊。大米就是最简单那个包装啊，老铁们啊，就整真空包装的话都能卖到七八十了，那就。然后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老铁们啊，你加真空包装的话又加点钱，你再加个纸箱的话又加点钱，再给它打上，家人们，再给它整上礼盒似的又加点钱。啊，咱家这个大米正常你要整礼盒装的话都得是上百，知道吧，都得是上百啊，换汤不换药，知道吧，大米还是这个米啊，你要给它换成礼盒包装都上百了，直接政府能吃的这个用心呢，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怀不怀孕，家人们，你那妇女多肥了，都多胖了，妇女。石头不喜欢啃，石亮，石头也喜欢啃，他也喜欢啃，他喜欢跟老四啃一个，你看着啊，他喜欢跟我四哥啃一个，妇女长得也好看。我那生出来宝宝就老好看了，家人，我那生的孩子，小妞儿，哎呀，真带劲呢！你看，家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家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刚才老四是不是吃的那个磨牙棒？啊，这个磨牙棒咱家没有卖的啊，老铁们，老四刚才是不是吃那个磨牙棒？啊？老四是不是喜欢跟小老四是不是喜欢跟小石头吃一个啊，他喜欢吃一个，那如果小石头啃一会儿他就不吃了，他就想起老四那个事情，老四就把那个给他了，他就吃那个小石头那个去了，人家是两口子，但是老四从来不跟腐牛在一块抢吃这个麻棒啊，他也不跟腐牛在一块吃任何的东西。明儿你吃完了，你吃完给老爷尝一口来，明儿明儿你干啥，明儿来，明儿来，明儿来，你想说啥，米花来听听，操你哥，你差点咬着我，完了，米花你沾包了，麻了，米花谁咬的啊，吃药都得烧啊，你就得沾包了你啊，看了吗，嗯，你就得沾包明白啊，你给你姥爷咬坏了，明花啊，你给你姥爷咬坏了怎么办，明花啊，吐了，
吃吧吃吧吃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拉倒吧家人啊。三阳爹一年都打好几回疫苗，都已经有抗体了，人家说随便咬。我上医院打疫苗，人都说了，人家说这一年你可以让你家狗随便咬都没事，你一年不用来，这么跟我说的。那行，因为我这基本是每年都打疫苗，年年都打疫苗。啊，他说你这个手就让那个得狂犬病的那个狗咬你都没事，随便咬了。现在，啊，好了是不是媳妇儿？待会儿想买咱家土豆粉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有想买土豆粉的下方小黄车。家人们啊，第一个链接土豆粉子，老铁们啊，哎呀，我也吃点饭，我也吃点饭。媳妇儿，你给我整点酸梅汤呗，媳妇儿，咱是不是有酸梅汤？我听说咱酸梅汤挺好的。哎呀，土豆粉啊，家人们啊，整点小蘑菇，整点小白菜，看我媳妇儿手心灵手巧啊。家人们，我媳妇儿整的是心灵手巧吗？媳妇儿那个成语是啊，媳妇儿就说你说你媳妇儿形容你做饭特别好吃，怎么说媳妇儿？哎，老师，乖老师来，老师坐，老师坐，让老师来下来，来老师坐。好了啊，坐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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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哥来。针都打了，不给多咬几口，是不是感觉有点亏？那肯定的呀，家人们，肯定有点亏呀。起来，包子，起来。包子掉毛。想买土豆粉的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土豆粉子拍一发六袋。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发六袋啊！我现在我煮的这整整一袋了，家人们啊，我煮的这是一袋。啊，家人们，三兄弟煮的是一袋，一个袋的话，正常一个小女生的话吃不了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一袋一个小女生吃不了，28.9元六包，家人们啊，嘎嘎好吃，真的，家人们啊，不好吃啊，家人们啊，不好吃你给我退回来啊。嗯，嘎嘎香啊，家人们，嗯。放点小蘑菇，放点小白菜，嗯，整点豆芽。明天谁上班带货？家人们，我听你们的。家人们，你们现在跟我说啊，你腿康复了没有？还没有呢，家人们啊，我听你们的。你们说让谁？你们说让谁出场，我就让谁出场。你们想让虎妞出去，我让虎妞出；想让四哥出，让四哥出。三小姐年挺年轻啊，越来越帅了。感谢冰姐啊，很好。福妞啊，我就不老实啊，虎妞迷糊，要迷糊去啊，老铁们迷糊啊！你看着，除了虎妞就是迷糊，除了虎妞就迷糊，要的是老四，上星期带的迷糊和老大，我上星期没带老大，哎，我上星期带谁，家人们？我上星期带 seven 啊，上星期我是带 seven 家人们啊。土豆粉儿，家人们，咱家土豆粉儿，有想买土豆粉儿，大伙儿拍单土豆粉儿啊，28.9元给大伙儿发六包土豆粉儿，兄弟们，啊，360克一包，给大伙儿发六包，正常一个人吃不了。没买土豆粉的啊，咱们可以拍张咱土豆粉啊。
王海过生日吃面了吗？你吃面了？王海过生日你吃面了？他们没吃面，咱我不能，他们不吃面。他们从来没吃过面，我想让他们吃面呢。Seven，老四，我那时候寻思拍点吃面的视频呢，他们几个从来不吃面。感谢大家伙啊！今天好像不能吃面，为啥呀？咱们今天为啥不能吃面呢？土豆回购了，感谢万干爹啊！今天为啥不能吃面呢？哎呀，带劲呢！我媳妇给我来了碗，啊，来了碗酸梅汤，啊，挺得劲儿，媳妇啊，挺凉啊！你咋整的这么凉冰的水？冰块啊？整冰块啊？啊？嗯，哎呀。家人们想喝，哎，有咱那谁有链接吗？媳妇儿，这个酸梅汤没有链接，酸梅汤链接在哪个链接？媳妇儿，酸梅汤点第十二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在第十二个链接，9.9一包啊，媳妇儿，酸梅汤，对，9.9一袋。家人们，酸梅汤9.9一袋啊，有想买酸梅汤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拍单，在第十二个链接啊。但是如果你们喜欢那个啥的，经常喜欢喝的话。你可以拍三袋的那个选项，那个比较划算。三袋多少钱？有三袋的家人们啊，这个怎么冲媳妇儿？你告诉大家伙，就跟冲糖水一样呗。就是一勺这个，然后放4-5勺水。一勺这个放4-5勺水。嗯。啊。一勺这个放4-5勺水。媳妇儿，那你要是，哦。那用大勺摆呀，媳妇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用大勺摆的。嗯。啊。看上这样，媳妇儿你就偷着乐去吧。感谢我媳妇儿，谢谢媳妇儿啊！我媳妇儿，你看媳妇儿没吃够是不是？媳妇儿，要不你再下点儿。你去吧，没了。酸梅汤在第十二个链接没有了。媳妇儿啊。就一袋了。就一袋样品了。啊。就一袋样品。放冰水冲啊，放冰水冲。你们家如果越凉越好啊，家人们啊，冰水越凉越好、啊。或者是啥，你用凉水冲，冲完之后放冰箱里冷藏一下，口感更佳啊。用凉水冲也行，冲完之后你一定要放冰箱里头冷藏一下的，然后冰冰凉凉的更好喝一些。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去火锅店呀，或者去那个自助呀，或者是饭店呀，他们给你们上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全都是酸梅汤，就是都是自己兑的。哎，都是这玩意儿家的啊，你们想买酸梅汤的第十二个链接啊，9.9一包了，你们一包多少克？这一包是380克啊，一包是380克，回家就用1:4或1:5的比例去配就行。土豆粉里有料包吗？有料包家吗？啊，有料包啊！专门靠家们土豆粉不好吃的话，直接退回来家们啊！土豆粉嘎嘎好吃啊！第一个链接还有8单，老铁们，土豆粉还有8单啊！我啥也不能保证你家们啊！你们想吃土豆粉的啊？效果你们煮完之后，家们就跟那个米线似的，看着家们啊！而且咱家这个土豆粉也好吃，知道吗？上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家们啊！8，派1发6包啊！哎，这个土豆粉今天放点那个长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蘑菇，就前面有一个小头头，然后这么长的那个杆的那个蘑菇，那哎放那个蘑菇也很好吃。以前从来都没放，以前放的是金针菇，但是是这个吗？不是比这个还大的那个。
这个也挺好吃。那个小白蘑菇呗。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蘑菇，你们怎么存放？直接放冰箱里冷藏就行。土豆粉啊，不是白玉菇，是白玉菇吗？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就跟金针蘑菇比金针蘑菇大。我是。这个蘑菇好吃。海鲜菇，反正就那个。土豆粉煮的有卖相，那必须的。我跟你说，煮土豆粉。有的人可能说的，哎，我土豆粉怎么有的时候水了光叽的，有的时候就是就咸了或者咋地的。比如说，家人们，你们那一碗土豆粉，你用这么大的碗装，对不对？就想用这么大的碗装，你感觉哎，就正正好好能装下这一碗，你就把这个碗接上大半碗的水，接上大半碗的水，然后去煮你的菜和粉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倒锅里的那个水你感觉少，但是呢你煮菜呀，菜在那个一煮出来水分，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放上粉儿，粉儿它完全是不吸水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也就是菜的话，你一煮完之后它还会往外排水，所以说你就是这么大的碗，你接大半碗的水，然后煮面煮菜，然后呢出来正好是满满一碗，知道吧？而且它这样煮出来的话，味道也是刚刚好，咸淡也是刚刚好啊。然后呢，你们如果要是就是用多大的碗盛啊，你就用多大碗那个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是正正好好装够一碗的啊，你别煮一小碗，你拿个大盆盛，对，那水放多了话不好吃了，对，将将巴巴能煮开那一碗粉就可以，对，知道吧？就是将将巴巴，就是你能放下这一碗粉加上汤的这个碗就可以，知道吧？哎呀妈，这土豆粉的汤太好喝了。土豆粉拍一发六袋啊，家人们，一袋是360克。你们喜欢吃麻辣烫呀、土豆粉啊，或者过桥米线这一类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拍咱家土豆粉。就算是你不爱吃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喜欢吃粉类的，你也一定要拍一袋咱家这个土豆粉，尝一下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拍一袋，你回去尝一尝，你看着。哎，你不觉得咋地？回去你一尝，吃了一顿，忘不了。看辣的汤，还有六个，家人们啊，还有六个啊。吃完这个小土豆粉，咱们再来一碗咱们这个啊酸梅汤喝，啊。吃完土豆粉，咱们再来一个酸梅汤。这个酸梅汤的话，你们喜欢喝酸酸甜甜的，你们就拍三袋的那个啊，三袋是26.5块，你拍一袋的话是9.9块，你要是一袋一袋的拍的话，三袋的话3.27，就要将近28块钱，是吧？28块钱吧。可以拍三袋的，还有五袋的。你直接拍三袋装的话，就是正正好好，不多不少，而且价钱还很划算啊。三袋17.8块。啊？加满啊，两袋17.8块。三袋26.5，家人们啊，3袋26.5，酸梅汤在第12个链接了，对吧？啊，我给大伙讲解一下子啊，第12个链接酸梅汤了，去了。想吃喝酸梅汤的家人们啊，待会儿冰镇点那个啊，对，这个冰镇水，这个比你在外边，我现在给你们讲解的酸梅汤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比你在外边买的那些碳酸饮料啊啥的都强多了啊，家人们。它这里头就是桂花酸梅精啊，桂花酸梅精，然后呢它这顶上都有食用方法，就是你兑多少水呀、啊、兑多少那个这个粉儿啊，家人们，没这个酸酸甜甜的土豆粉里有什么，土豆就是土豆粉里边没有样品了，是吧？那还没有了，看你挤啥呀，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土豆粉里头有啥啊。有土豆粉里头就一个面饼和一个料包，家人们啊，一个面饼加一个料包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土豆粉，小姐们啊，土豆粉一包是360克啊，家人们，一包是360克，然后呢，保质期是60天，家人们啊，保质期是60天啊，保质期很短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啊。
你们泡泡包子啊，到家之后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到家之后，包子起来，包子不能吃啊。到家之后放在冷藏里边冷藏啊，家把这个土豆粉，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土豆粉，还有两单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还有两单土豆粉。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一单吧，360克的啊，这个料包嘎嘎好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料包嘎嘎好吃啊，绝对是灵魂的。包子你要干啥呀，包子？酸梅汤正在讲解啊。包子你要干啥？你小牛干啥呢？你小牛干啥？嗯。包子现在胆大，那包子现在胆可大了。哎，家人们，这个酸梅汤，你们这一包啊，这一包能吸老多老多的了。你在外边，你在超市买一个酸梅汤的那个果汁的话，咱不说的话，也得是5-6块钱吧。但是你知道五六块钱，你在家里自己做的话，也就需要2小勺，知道吧？也就需要2小勺，你就能喝个5-6块钱的酸梅汤。啊，家人们，所以说你自己回家，你买完之后，你回家自己兑完之后放冰箱里，然后你自己哎闲没事喝点，那不省老钱了，对不对？平常出去感觉外边挺热的，整一个小壶啊，我还不知道明天带谁说啊，我还不知道明天带谁呢，家，明天带 seven 啊，回去吧，带老四。老师你去不去？明天谁想跟老爷一块直播省上座，快来自己做选择啊，上。家人们，小明说他想去，他第一个上来的。家人们，小明第一个上来的。啊，他第一个上来的。咱带小明行吗，家人们，带小明去。啊，带小明去行不行？要把小明放下，我再重新上一遍，行不行？我再重新让他上一遍啊！土豆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土豆没有了，来，小明你下去吧，小明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，明下来不带你，重来，明你下去，重来一下，去，明下去，下，明重下去，下去重来，下去，明啊，下去，明你下去，明来，你下去，明来。你明天跟老爷一块直播去啊？啊？带迷糊去啊，家们？带皮蛋不带皮蛋的啊？不行，带皮蛋太小了。我先带我，家人们啊，我现在啊，我再喊一遍啊，看谁先上来，咱们让谁去啊？明天谁想跟我一块出去吃好吃的去，请上来，上，老四，老大，上。快来呀、啊！谁想明天跟我一块出去？上来！上啊！有没有想去的？16，小迷糊，来16，小16，家人们，小16。哎呀，你说明天带谁？我脑瓜子也嗡嗡的，我都想带，对吧？凑啥都想带。没带虎妞不老实，带虎妞不老实，他跟老四他们还不一样，知道吧？老四他们几个呢，能老实在那坐着，他要没啥事的话，他趴那，知道吧？虎妞呢翻东西，知道吧？虎妞就过去，他翻东西找东西，知道吧？你要没有吃的话，他自己去找翻棍儿啊，虎妞。哎呀，虎妞可愿意拆家了，我告诉你，虎妞可愿意拆家了。轮班制啊，那你要说轮班制的哈，啊，要轮班制的话，咱应该轮的也轮的老大了，是吧？家人们，咱轮也轮的老大了，是不是？要咱们这么的，家人们，轮班制的话，明天7D。带老大啊，明天带老大，然后呢带
就带一个狗就行。土豆粉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放假发货？哎，土豆粉明天就发货了，行吗？啊，明天就可以发货啊！土豆粉在下方小黄车第二个链接，加完了是不是还有十单呢？还有十单，给大伙加上家吗？啊，土豆粉在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还有八单啊，28.9块给大伙发六包土豆粉。迪特啥时候有活动？家人们，明天有活动，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明天有活动啊！带老大和迷糊，带老大和迷糊，听小白姐的啊，老铁们啊！我也是这么想的了，因为好长时间不带迷糊了。你看啊，我之前带老四，然后又带 seven 啊，家人们，然后呢，咱明天我还想带老大。啊，小迷糊没带过，知道吧？咱要不咱们明天带老大和小迷糊吧，两只狗。下一回，家人们，咱带腐妞和小石榴，行不行？因为怎么的呢？啊，小腐妞和石榴他们俩属于什么呢？属于老四的后宫主的。啊，老大小腐妞和小石榴属于后宫内组的，对不对？小，然后呢，三文和俺老四呢，家人们，他属于娘俩组合啊。然后呢，老大和虎妞他们，老大和小明他俩还挺好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还挺好，别老撒巴眼睛，累了就休息吧，他老爷没事，家人们没事啊。过来来，老四，虎妞上来，虎妞上来吗？虎妞他一般不往上，虎妞能上来吗？虎妞上来，虎妞上来，虎妞腿脚不好使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有的时候不是我不愿意带他。他腿脚不行，知道吧？他不能走远道，小腐妞不能总溜达，知道我家吗？腐妞得休息，因为他怀孕了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不能总溜达，不能爬高，啊，再一个是俺家腐妞的脚不好使。老大上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上来来，老大上来来，好老大，哎，咱明天带老大，老大上，老大上来，老大来，老大上。咱明天带老大啊，老大爷也是，他们也是不能，也是不愿意上来，知道家人们，他们也是愿意跟 seven 一样学。你可多溜达，快生宝了。威廉做明天，家人们啊，明天上午10:30宠物名专场啊都有，家人们啊，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明天都有啊，现在16000人，马上16000人预约，家人们，咱家。马上16000人预约宠物用品专场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，你们明天一定要来三文爹直播间啊，家人们。虎妞可多运动了，哎，迷糊啊，过来，迷糊来，小迷糊，小迷糊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上来，老四来，老四上来，老四，老四上来，老四来，上来，老四，老四。上，你看就老四听话，看见没？就论带货啊，家人们啊，唯一能坐住的就是老四，其他狗谁都坐不住。老四坐下来，老四来，啊，唯一能坐住，能吃就能喝，能吃就能喝，非我四哥莫属啊！能吃就能喝，他的名字叫四哥，是不是四哥？四哥有话不多说。他能吃又能喝，老大的下巴怎么那么黑？老大下巴是喝水喝的，啊，他老大喜欢玩水，他总是把那个水把子，家人们在就是在外面遛他的时候，他总愿意把那个嘴巴子吧放那个水盆里头，啊，天天吵我，天天吵我，啊，我都说他好几回了，我都揍他，我说老大你别把那个嘴巴子往那个水盆子里头伸，但下面家人们喝完水之后吧。他就把那个脑瓜搭那个盆边上，不让别人喝，啊，导致俺家小老大的嘴巴底下总湿潮火，知道吧？他的底下就慢慢就黑了，冬天就好了，他的嘴巴底下冬天就好了，冬天没有那么热就好了，外面热啊，老大愿意玩水，没啥事啊，老铁们啊，想买咱家这个酸梅汤的家人们啊，有喜欢喝酸梅汤的，待会儿可以买单，咱家酸梅�汤9.9块一包，家人们9.9块一包。啊，2包、3包、5包啊，家人们买的越多越划算，酸梅汤买的越多越划算，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。
洗衣液也便宜了啊！今天咱们这个洗衣液也有活动，老铁们想买洗衣液的啊！哎呀，洗衣液没有了吗？洗衣液现在没有活动了，第13个链接。完了，家人们，刚没活动，我刚没活动，刚才有活动呢，刚才还有呢，我少晚了一分钟。完了，家人们，晚了一分钟，刚才还有，刚才我看的还是便宜的时候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？12点了，过12点就没了。刚才我早劲儿一下好了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老三泪痕咋那么深呢？你都给喂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俺家狗所有的狗都没有泪痕，就差一分钟。我四哥我啥也没喂，知道吧？他们平时就是他们吃都是一样的啊，就四哥有泪痕，其他狗都没泪痕。这个指定是跟那个狗的公母有关系。哎呀，老四，因为是没见过巴顿，说老四遗传爸爸，跟爸爸没关系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就是公狗他愿意上火，如果给他做绝育就没事了。公狗就愿上火了，公狗都愿有泪痕。哎，老四这个泪痕呢，咋整？他之前没有这么严重，我四哥去年在杭州的时候也没这么严重，我就回来之后就严重了。回来之后，尤其是腹泌发情这段时间，啊，腹泌发情这段时间它更严重了。老四啊，过来，四哥来，上来来，老四来啊。老四你过来，老四啊，明天咱们家直播带老大和迷糊啊，家人们啊，带老大和迷糊，带两个狗啊，有想看老大和迷糊的家人们啊，明天老大和迷糊跟他姥爷一块带户，关键好几年了，太喜欢你们家所有毛孩了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给老四补补，你给他上眼药，然后给他揉揉眼角2分钟。以后我每天给我四哥体按鸡鸣穴，轮刮眼眶，啊，揉四白穴，啊，体按鸡鸣穴，啊，你信我的，我就是学宠物医生的，真的吗？啊，看见了啊。那我信你的啊，我明天我试试行不行，感谢啊，希望好使吧。怎么的，就是你给他上眼药，然后给他揉眼角2分钟，上眼药水，上什么眼药水啊？上什么眼药水？我四哥这泪痕不是一天两天的，他这泪痕不是一天两天的，他这泪痕就是以前不严重，知道吧？从杭州回来之后啊，啊，试一下子啊，我给他截一下屏，我给他截一下屏，截完屏之后明天买一个啊。截下屏啊，金盾是吧？泪痕和耳道有直接关系，检查一下耳道。泪痕和耳道有直接关系，检查耳道。你说咱家狗他们都没有问题呀、啊、耳朵每次我都给他们掏，我定期我都会给他们掏耳朵，一点都不埋汰呀，耳朵里不埋汰呀。内囊堵塞也是一种。内囊堵塞是不是就得做手术，是不是家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吃药也不好使吧？四哥来，老四
没人搭理我了，家人们，没人搭理我了。我这么跟你唠嗑，这么跟你唠嗑别扭，我这么跟你们说话我别扭，我家人们。哎，因为泪腺管堵了很麻烦，你就用药水，不用做手术。每天上两次，然后给他按，给他轻揉。行，我就按你的办法做啊。明天啊，等后天的时候吧。明天晚上给他揉啊，我买个眼药水，明天晚上开始给他揉。大概多长时间能好？有没有具体的啊时间啥的？估摸着大概是多长时间能好？你看我这个脚，我这么一脚控着，然后你看我这脚控着，这样就肿。嗯，多长时间？看小明，小明我在吃东西呢。明天直播带小迷糊啊，老铁们，明天我直播带小迷糊一块去。老四，脚崴着了，没事儿，家人们啊，崴着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惯着就好了。我现在脚基本敢点着脚走道了，啊，再有半个月吧，家人们啊，再有半个月的话，我敢把脚放平了走道。现在不敢把脚放平走道，人大夫说不让把脚放平走道。明天带小迷糊，家人们放心吧，明天肯定是带小迷糊啊。欢迎大家伙啊，有喜欢吃红肠的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想买红肠的，待会儿可以去拍单，咱这个红肠下方小黄车第9个链接啊，我来根红肠吃。那怎么三人爹来根红肠吃，有想吃红肠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脚，我现在走到每天都这么点着脚走到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这个脚掌中间很疼的，知道吗？我不敢落下去，啊，这个脚不敢落下，但这样落的的确是挺舒服的，但是一落下去一站不起来，知道吧？一落下去它站不起来。嗯，粉团灭了，待会儿再看一会儿，每天看会儿直播就亮了啊！感谢大伙啊，我给大伙拿一个。咱们家的那个啊，风干肠，家人们看啊，有想买风干肠的，家人们啊，有想吃风干肠的，哈尔滨风干肠、火腿肠，家人们啊，哈尔滨红肠，啊，含肉量，家人们啊，它的含淀粉量啊是小于等于10%的，知道家人们啊，淀粉的含量小于等于10%的啊，里边是猪肉和鸡肉的啊，家人们啊，猪肉和鸡肉的这一根火腿肠呢。家人们，这一根火腿肠是90克啊，建议零售价8块钱。正常咱们在超市里头买这么一根儿童肠的话，家人们，这么一根肠的话，也得是5-6块钱一根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这根火腿肠咱们正常自己买的话，也得是5-6块钱一根。今天在三文爹直播间29.9块给大伙发10根，合到不到3块钱一根啊，老铁们，合不到3块钱一根啊！我把这个火腿肠我给你们拆，扶牛起来。我给大家猜一根啊，老铁们啊，你看这里边这个肉啊，老铁们啊，我给你掰开，好家人们啊，你说的对，三爸不听，洁白。你还不能早下地。我也不想早下地呀。我也不想啊，家人们啊，
后天我再把石膏也带上得了，今天可以按脚，脚拆了呀。现在是六个星期了，现在是六个星期，因为怎么在家吗？啊，拿你的管，上阵等我一百天。我这个脚啊，前两天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脚底代购六个星期啊，六个星期之后呢可以给摘了，然后可以进行康复训练。康复训练是啥呢？康复训练不就是一点点走路吗？对不对？不热，那地方不热，家人们，屋里热凉快呢。现在屋里凉快呢。行，感谢啊，感谢七爷啊。上场哪呢？上场现在正在讲解这个链接啊，东北特产啊，哈尔滨红肠，果木熏烤。29.9给大伙发10根啊，就我吃的会成。29.9发10根啊，肉肠，蒜香味的啊。行。骨裂，家人们啊，我这是骨裂，它不是骨折。嗯，我一说下播，他们立马就起来。啊，三位阿姨们没在这儿吧？妞儿，老四，包子，下播，起来，走了，走，去趟医院就得让你做手术，花好多钱还遭罪，没必要。我试试啊，明天啊，拜拜家们啊，晚上我就休息了，我睡觉了，休息，早休息，早休息，早睡觉。我这脚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在床上躺着，天天在床上躺着，比啥都强，是吧？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动不动的啊，脚现在在那空着，即使没有石膏也没事儿。拜拜啊家人们啊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， Good night， 拜拜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大伙今天来看人家小石榴的生日 party 啊，感谢万万干爹，感谢咱二宝干妈小白姐，万万干爹小白姐，天天快乐姐姐，倩文姐姐，仰望星空姐姐啊，感谢大伙喜宠爱狗，谢谢大家，我爱 Seven 老四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，没感谢到的大伙别介意啊，老铁们没感谢到大伙别介意啊，谢谢家人们，拜拜，家人们祝大伙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，祝大伙晚安，拜拜啊，感谢他们啊，静文姐姐，静文，感谢静文姐姐，静文啊，我已经总监总监读差，总监怎么给人改名，那什么毛病，拜拜。